嗨，Hello，你们好，哇，什么意思？晚上好，看我的绝美时尚研究。其实我现在已经困了，睁不开眼。但是想了想，上次好像也没有直播。嗨，好绿啊！因为我现在头发太绿，我觉得现在我的摄像头有色差，照得我很红，肤色奇怪，奇怪，奇奇怪怪。染个颜色吧，染什么颜色呢？晚上好。我没有青青草原那么青，好吧？只是有一点，求我快睡觉是什么？晚上好，你好，谢谢。哇哦，这是马上快中秋节了，对吗？礼物已经出现冰皮月饼了。我现在里面还是蓝的，外面是绿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晚上好。晚上好，谢谢。谁把不是蒙绿了？你这个想法很危险。对，我终于要换 Uni 了，谢谢切月饼是啥？我可以切吗？我可以点吗？是个游戏吗？还是就是一个动图？也没有很久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发柚子呢？我超努力了，饿了，今天晚上没吃饭，哦，吃饭了，对不起，啊，吃饭了吗？想不起来了，谢谢。爸，大闸蟹。我是最近才听说中秋要吃大闸蟹的，之前我们家都没有吃过，最近才听说中秋节一定要吃螃蟹。玉兔捣药，玉兔捣糕，谢谢。我今天是关机直播，刚开开机，然后播一会儿，现在在充电，所以说电量充足。我终于换 Uni 了，真的，一体同心跳的我自己都快吐了。我终于换 Uni 了，月亮圆了。我今天电量是持续增长，我跳化行吗？不可怕吗？你赶紧睡觉。哪里行？我自己都觉得不行。不同小直播，只是刚好这个时间段。是啊，时尚绝美眼中。那不能告诉你们是啥，稍微保密。我的头发在2天就黄了，官司再不行吧？稍微留一点悬念吧。嗨，好不容易换一回，我悄咪咪的先学。好了再说。其实这赵佳蕊这个动作，朝我跳过来的时候，我跟他是一句分词，我一起面对面往中间走，
他要没停下来，最后那一秒我都没认出来是他。他们刚上完公园，太拼了！我一下来，看到会长在地上滚。真的绝！柚子啊，谢谢。之前在沈阳的时候，天天都吃柚子。我想，我今天就在想，我好久没吃柚子了。我上次吃柚子是什么时候？我就想起了赵天阳和陈哥，是因为我之前把我的一件裙子送给了他们，让他们跳公演，然后所以说他们为了，然后我又不要他们钱，我又不告诉他们多少钱，他们只能给我买了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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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柚子，我从沈阳都没有吃完，我带到了北京，我去北京继续吃，贵阳。贵阳太甜了，我也渴。切景，我到自己的分词我都笑抽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这个柚子跟之前我在沈阳经常吃的那种柚子不大一样，特别的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不是生的，很甜，很甜。MC，我今天特意去微博上，微博我的超话里看了一看，有没有什么奇怪的表情包。我主要其实想看看我的头发现在上镜是什么颜色来着。我今天真的超努力。刘杰在。往我杯子里倒水的时候，我真的慌了，就感觉有个人在你头顶，暗搓搓的不知道在干嘛，就很可怕。谢谢大家这么努力，这么强，这一次终于没输。一说玩游戏，游戏还没开始，下面就开始喊王旭萌，你要加油啊！王旭萌，你这次一定不能输。我是往争气一点，我说好，我努力。还没开始说什么游戏，就开始先鼓励我，谢谢你们哦。接水晶毯吗？真的，直接笑死我了。我好久没看到马老师了，有一些想念。对啊，我虽然玩游戏赢的概率不是很高，但是我输的时候基本都是没有惩罚的时候。我好久没看到马娃了。是，我现在就是先仔细听。如果惩罚实在是太可怕，我一定会拼了老命去玩游戏的。那种高像大公演，大哥 MC 三，MC 四。我往朵朵那个杯子里倒水的时候，慌得不行。我觉得我不行，但是还好，比我想象的强一点。我回去要看看我是什么猥琐的姿势。
因为我也是饿了，所以吃得很香。我是真的饿了。薯台上东北人，发色真的好看吗？我觉得我已经绿出天际了。但是我没有什么吃的，可是我又很饿，手边只有这个。今年优衣库联名什么都卖了，真的笑死了。知道达哥，今天我也不知道咋想的，烫了个卷发，膨胀，我的发型格外膨胀。还好柚子糖分不高。生日祝福 ID，我其实不是很想写在手心，但是这位朋友的生日祝福 ID 实在是太长了，而且中间好多特地得，我就害怕念错。不知道大哥为啥没上那辆车。确实，我觉得满分。我其实朦朦胧胧还是可以看清的，300多还没有瞎。是因为饿，所以香。我吃东西就很香，而且我吃东西很快，可能是因为小时候。我爸总抢我饭吃，抢出心理阴影了。我吃饭贼快，就怕别人抢我饭吃。瘦了吗？错觉。赶紧吃超话仙草，不然一会儿又忘了。我现在超话已经无数次的断片现在，我之前连续现在我快700天，断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接上，难过。这个新版的微博真的是太难搞了，完全记不住，要签到就费死。什么？6点到23点之间，为什么要在6点和23点之间签到？半夜签到会损失积分，要在六……
我能想起来就很难了。谢谢你，哦，的巧克力，哦，不是，谢谢你让我没给点钱的。对啊，我现在1万张钱卡都不会嘞，我去。但是我还是要，倒还是要钱。像在新年的电影。每天设个闹钟，闹钟太让我精神紧张了，不是我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不知不觉的就绿了。白天青岛熬夜积分。你们怎么还研究这是吧？今天的眼妆很时尚，我也不知道我咋想的。没吃多，我就吃了2瓣柚子，还没吃饱呢，可能是因为该喝点水。太远。我还在长身体，吃个炸鸡。没有炸鸡，眼妆时尚吧。搞一搞自己的外形，大家也早点睡。虽然我现在不会睡。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眼妆，抑制食欲，真的吗？那我是真的饿了，头上绿了，因为拦着拦着忽然就绿了。你们这么喜欢，有机会我可以去过教程，虽然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喜欢。安排，我想吃冰粉，这个，不是，就是染了就会掉色，对，皇家蓝变绿，这个是科学的。牛油果绿，晚安，晚安，你盯着我。对，这是一个色彩学，不是在那里学的，我以前也画过吧。是的，我听说魔兽开怀旧服了，可是我没有啊。果然在，大家都在玩怀旧服，我也想玩，可是我最近没有时间，因为怀旧服真的很干儿。我看那个最近魔兽的抖音的官方公众号。发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搞得我好想玩，但是没有时间。绿头姐妹花，潘家乐也掉绿了吗？升级很慢吗？炉石玩啊，后来大家都太有钱了，我觉得我不行，玩不起。叫什么打游戏？我睡觉呢，
《牧场物语》最近出了好多新的，哇、哦，现在好想玩，可是都还没出，但是应该快了。为什么它寒假的还很蓝？我一会儿去趟朋友圈欣赏一下。我好，他新出那个有两个，有一个哆啦 A 梦的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好的，早点睡，我一会儿也就睡。对，还有一个，有两个《牧场物语》，都是在掌机上有的，都是 NS 端上有的，叫什么来着？它漂的也很浅，跟我差不多。哦，对，矿石镇，想玩矿石镇，但是还没充呢。是啥呢？你咋刚来？搓成银色了。我也想我的头发搓成银色。为什么我绿了呢？柚子好好吃，我爱柚子。我之前在自己掰柚子，一天可以吃一个柚子，啥都不吃，只吃柚子。对，我还是想染银发，红的也行。天，对啊，养色很难，用那个护色的洗发水就还好，十月份，嗯，那两个的游戏。到十月份发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现在开始攒钱，攒到十月份就可以就买得起，并且发售。红的还好，暖色系容易上色。我现在就绿了，蓝绿蓝绿的。今天大哥看着我的头发，你这个头发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尴尬。柚子，对啊，其实柚子还比蛮减肥的，热量也不高，糖分也很低，属于减肥水果。牧场物语，炒的价格高，那我等年底才玩，不着急，我现在比北极星还绿一点，不大一样。水煮牛肉，干嘛？我吃你们看着，下次握手。我扒柚子吃你们看着。对啊，我要洗，我现在要洗很多遍，不然我就很绿，还要漂。是啊，好晚啊，因为今天有公演。嗯，我需要吃吃吃，因为饿。现在我跟马凡两个人绝了，NS 卡带我到现在不敢舔。然后真的，你们看我吃吗？我啃你们吃，你们看着。哦，可以。甜，啥？矿石镇，但是矿石镇感觉很好看。哎呦。你舔了，苹像苹果的新的色吗？我比苹果的新的颜色浅好多。哎呀，这个弹幕真的太不友好了。
苦吗？舔过的那个苦吗？王者荣耀太难了，不玩。不发大闪，一人发一半橙子。柚子，好呀。就是生日环节，等我以后生日的时候，啥都不干，也不发大闪，到我那个一人发一把瓜子儿，到我 MC 的时候就此起彼伏的嗑瓜子儿，多好！我现在这个发色谁都像，又绿又黄又蓝，彩虹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，你们没有事儿的。居然说味道挺好的，那下次我把不玩的卡带带过去，给你填。去买冰粉，这个时间吃冰粉，OK 的吗？一人一颗桃太奢侈了，桃子好贵。谢谢你好，好的，再见。台上嗑瓜子儿，我的工资本来就不多，现在大家。不说了，再说没有了，拜拜。我要睡觉了，再见，拜拜。不加冰粉，不加冰，拜拜。嗯，卸妆睡觉了。再说房间不一定被封，你们可能看不见我了，是。再见，拜拜，晚安。拜拜，早睡早起，身体好，再见。